哎，我看你嘴唇发紫，脸色发白，我掐指一算，坏事干多了要遭报应的。我建议你啊，不用去医院，庙里拜拜就行。在你那见啊，在你。先生，哎，先生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这都看大半天了。养你吧。一样一本，这好多本啊。我普通话有问题。好嘞，我给你拿新的去啊。打劫报摊也是你来大学的目的之一吗？你怎么回来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你都监视我这么久了，我就不用回答了。跟警察聊什么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警告你不要乱讲话。需要你亲自盯梢啊，亲爱倒闭了。瘦死骆驼比马大，管好你自己。ICU 得花不少钱吧？不劳你费心，我有贵宾卡，年底满五送一，还有积分抽奖。有贵宾卡？没人陪你看电影，闷得慌吗？我闷得慌。哎，我看你嘴唇发紫，脸色发白。我掐指一算，坏事干多了要遭报应的。我建议你啊，不用去医院，庙里拜拜就行。在你那见啊。在你。再见，我在。哎，您这女朋友脾气可够大的呀。她不是我女朋友。结婚了？我结婚。我小两口吵架常有的事儿。哎，一共532，您是转账呢还是付现金啊？可恶，你干嘛呀，金小鱼？我的巧克力冰淇淋，凑合吃吧。路上遇到了一个倒霉蛋。你碰到谁了？前男友还是谁？一个不共戴天之仇的，早知道我就把他卖给苏警官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爸爸，这里咖啡味道太差了。外面的咖啡都是这个水平。这是，也要知道一下同行业的其他产品，了解市场。可是这些杂志市场部都会准备的。没关系，既然买了，这带回博文庄，咱们回去看。别浪费了，买的人才是浪费。少爷，你吩咐的事情，我已经把康乐区所有的窝点都查了一遍。怎么样，人找到了？找到了，被我哥扣着。你什么时候见？喝完咖啡就走。